有伤者，快来人！哪来的伤者？哎呀，我锦桑在路上捡到他，静安寺救火受伤了，说看到了放火的人，要回来报告。姓名，号、啊，义司，锦僧，波斯王子。等等，问你了，问他呢。哦，这个人我不认识，我在路边捡到的，说是看到了放火之人，要过来报案什么的，我。不是个哑巴了，生死相关。赵小天，哎哎，是我老赵，您稍有稍微关心我的时候，早揍过我。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嗨，这不是那个，皮肤烧了静安寺之后，人手五不存一，祭祀场就搁行署调人，下官是来不缺的。这不让你做完右小伟逃脱之后，那干将军看我一万个不顺眼。我宁可到这儿帮帮忙，是吧？多点事儿，就是没想到您也来了。张兄，现在全城都在通缉你呀，你怎么还敢回来啊？我来拿件证。啊，有点难啊。吉恩现在正在政务室巡访。门口都是游小伟，进去还不是送死啊？那你帮我取来呗，我就一个脑袋。说的是啊，那你是现在给我呢，还是一会儿给他？他能不能别这样？他能不能因循旧礼啊？您在我脑袋这儿来一下，我用我的，您帮您的，咱两不耽误。你倒是实诚，向兄。我是劝你也别去，齐问啊，就指着把你抓了，像包公了。要不这样啊，你把齐问从房间里面引出来，只需要半炷香的事情。我去。不是，是我一见齐问，我肯定要大呼事情，方算我忠于职守，对你们不利呀。我要不事情对我不利啊，这事儿办不成。知道他是谁吗？波斯桑，锦桑，波斯王子，从小跟着国师学习咒术，最擅长的是双目摄人魂魄。你看看他眼睛什么颜色？绿色。如果你敢示警的话，不出三日，便会被他脖子上那法器勾走，永世不得超生。还记得去年那个案子吗？刘天将半夜睡得好好的，突然间发起疯来，把自己心爱的小妾砍成了六段，然后自破赌场，府上的臭味熏了三个月才散去。不就是因为在街上辱骂了这样一位人物吗？我长得好看，但是我的眼睛有毒。哎，老赵。请你下桌。